各位晚上好，早上好。然后上次课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声音的问题，然后耽误了我们的课程，上一次课程。那上一次的课程，我也把这个录音相关的这些课程内容都发送到群里面。那今天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我讲解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买日用品这个主题，还是跟以往的上课习惯一样，大家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打开吗？那个李主任。大家把声音打开，然后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互动学习今天的这个主题。都可以打开，现在今天都可以打开，现在都可以。好，行，那大家把自己的声音打开吧，然后跟着我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内容。然后首先是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今天的一个标题叫买日用品，买日用品，买日用品，品，品，买日用品。对，因为日要升调一点点，因为是第二音要向上升。雷音片就是到最后那个品的话是升到最高，就是这样子。雷音片就是有一个梯形的这样的走势。雷音片，雷永平，买就买，对，雷音片。买雷永平。好，那其他人也可以跟着读一下哈，或者是听不大懂的也可以提出来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直接就翻过去了哈。买日用品，可以。那我们接下去下一页，那就开始要进行一个对话的，就是根据这个主题产生的一些对话内容。等一下，还是这样的。李先生，你要去倒落？来，把这句话分成三个部分。李先生，李李先生先，叫李先生，对。李先生，哎，对，李先生，李先生，李李先生，李先生，李李，你无去，无去，马去，你无去，李马去。对，得了，得了，得了，得对，了，对。得了，对，然后整句话读一下。李李先生，我先读一下，然后你在后面跟着读，好吧？李先生，先生，你无去，李马去，到了得了。？OK，很好。李先生。李先生，你无去倒落？你马去得了，啊，对，很好。那还有没有我其他学员要试一下的？也大胆读出来。李先生，你马去得了，
很标准，很标准，很棒。其他人也可以试一下，大胆的试一下。那我听到别的其他的声音来读一下，没关系。太上的以后反复来到南海。万日永佩。怎么说呢？连先生。因为他有更先进的。李包 K。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梳理榜单来看。这句话第一句话没有问题了啊。拜登下令美军派遣轰炸机空袭塔利班阵地。那么据阿富汗媒体的报道说，拜登下令。谁要把自己那个家里的声音先关一下？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军队呢，正在阿富汗边境进行军演呢，在进行联合的演习呢。所以这个时刻有这样的军事。那个把新闻关了。那我们接着来读第二句话啊。我不去福建。等一下，我也把这句话分成几个部分啊。我不去福建。我不去福建。对对对，我要去附近嘛啊。就这样子。Okay. 我不去福建。福建。福建。对对对，福建。福建。我不去福建。我不去福建。对。这群白黑店。这群白黑店。白黑店。对对对，这群就是这家。这群对对对，这根附近就呼给呼给，对对对，因为它是这个是歌的音嘛，呼给呼给，我不去呼给呼给，我不去呼给，滚，这滚滚这滚，哎，这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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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把黑掉。就是你看哈，梦就是一个鼻音的那种感觉，梦见。
见。嗯，没东见，就是东西嘛，就是门见，门见，门见，见见，因为这个歌的音见见，门见没门见，对，没错。我没去。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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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福建，福建，福建。嗯，吉桂，吉桂，吉桂，嗯，八黑点，八黑，八黑点，八黑点，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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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没。门见，没门见，见没门见。我不去福建，只管把河点没门见。哎，对，可以，就是附近这个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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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福建，就有这个根字的这个音嘛，跟根发音很像。根，对，福建就是根不是生的嘛，然后根的话就是，是第去声嘛，四声嘛，福建，建，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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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我的福建，哎，福建，我海南的，没，结棍，没，没，你。啊，我再从头再带读一下吧，哈。回门店，门店，门店。回门，来，先把这个买物件这个词先学会哈。嗯。这个短语，回门店。回门店。哎，对。回门店。门店。回门店。门店。好，买门件，买门件，买门件，对，买门件，就是最后一个音要重一点，买门件，买门件，买门件 ，OK OK， 很好。那还有一个词比较难，就是附近，附近，附近，对，附近，附近，附近，对对对，附近。好，那我试一下，试一下啊！我不去福建，我不去福建。哎，吉棍巴黑店，吉棍巴黑店。嗯，买物件，买物件。嗯，好。挺好，那我去福建，一斤对八合店买物件。OK， 可以。好，那可以，大家都可以试着读一下，没关系。我没去福建，一斤八合店买物件。OK， 很好。我没去福建，只管不拉福建，回民店。哎，对，可以。看来这句话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嗯。好，那我就接着往下一句了哈。然后他就要反问一下了，你没买什么？你没买什么？哎，对，先分一下，你没买什么什么嘛？你没买什么？你没买什么？哎，对，没错，大胆的读出来。你不买虾米？对，你不买虾米？你
对，加密，就是您可能是您要吃什么，您要买什么，是吧？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哈，可以吗？嗯，什么什么加密，加密，加密，嗯，加密，然后加密，加密，加密，你不买加密，你不买加密，嗯。你不买什么？对对，你不不不，你不买什么？哎，对，没错没错，我听到这些声音都是正确的。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读了哈。这句话很简单，大家，然后要买的这些东西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也是日用品嘛，日用品的话就是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很常见的嘛，每天都要用的叫日用品嘛。然后来了啊，这个慢一点。喂几包水三分，来，喂几包水三分，分啊，对，喂几包水三分，水一包，水三分。对，这个洗衣粉这个词先来哈，水三分，水三分，对，因为我们这个闽南语是没有这个 F 这个音的，然后所有的 F 都变成这个 H 的音，混，对，就像我们福建嘛，它叫福建，福建，对对，福建，嗯。水三分，水三分，对，水三分，水三分，水三分，嗯，水三分，就是这个三，水三分，对，就一二三，二三三。买几包水三分。啊，没错没错。买几包水三分。哎，对。水三分。嗯，那可以了吗？那我就开始讲。两张几个，就是这个张嘛，张不是一声的嘛，然后在读的时候，两张几个。东区一样的声音啊 ，K 歌 ，K 歌，嗯 ，K 歌 ，K 歌 ，K 歌，两张 K 歌 ，K 歌，歌，两张 K 歌。两张 K 歌，嗯 ，K 歌，
提个要歌要读出来哈，提个歌要读出来，因为才不是清音的，要有发的那个声音出来哈，不要清了。提个提个提个是牙膏吗？提个能张提个能张提个提个然后我把前半句话咱们来一遍哈。OK。每一包水三分，两张起个，可以吗？嗯嗯。两张起个。嗯。每一包水三分，两张。一个嗯，老师，那个两重牙膏，那个两和以前我们学的一二的二不是一样发音是吧？对对对，那个是D， 以前学的一二是二是里，现在这个是冷，就是只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普通话里面的一跟二嘛，就是这个这个中文的二嘛，跟这个两嘛，都是两个嘛，对吧？对，意思是一样，就是、哎、但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二的时候我们是发里，而现在这个两就是发冷、嗯、就是对，这不一样是吧？就是二和两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是中文，是中文。嗯，对、嗯啊、你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样子，嗯，你长就是如果变成这个二的话啊，就是这个书面表达起来就很怪，嗯嗯嗯，对吧？意思没有变，嗯、但是就是如果写成书面语的话，就是啊、二支牙膏嘛，就比如说。一包洗衣粉，二支牙膏，读起来就我们所以说习惯把这个二换成一个两嘛，就是来书写，不然意思如果是从意思上来看完全是一样的，是这意思、嗯、没有错。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关系。你看这个一二三四的三跟这个三其实是一模一样，你看。这个注音是一样的，对吧？嗯、还有这个、嗯、一三水三分，三是、嗯、如果这个是普通话的话，就衬衫嘛，就是我们需要翘舌嘛。但是它闽南语很多都不翘舌的，所以它就直接就三跟三就发成一个同音的，是这样子。嗯嗯嗯。好，那这个解决了吗？嗯，张提个。冷张提个，对，张提个，对，好。那前半句能不能尝试一下连起来？我先读一下，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给连起来。每一包水三分，两张提个，好，来一遍。每一包水沙灰三张冷张一个，可以听到的声音都没有错。每一包水沙灰冷张一个，一个就是这个哥哥弟弟的哥哥，对对对对对。跟这个歌一样。哎呀，别去，牙签搁到，去了不嘞？冷张，有声音吗？有声音。冷张提个。牙签那脚人。对对对，提个。提个。然后接下去啊，我都忘记了哈。你那背了哈。擦掉门根。擦掉门根。擦掉。一年了哩。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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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in，也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跟着跟踪的跟，就是跟刚刚写的那个跟，明跟，明明明跟明跟，哎，明明跟，对，沙雕明跟。沙条边境，对对对，沙条边境，对，边境，边境，边境，卡贵的啊，胖十倍。卡贵的，这个就是盒，然后几块，就是贵的啊，卡贵的啊，对，然后就是相肥皂的话，就是胖沙本。胖沙本本本胖沙本胖胖沙本胖沙本嗯胖沙本胖沙本要有点连着读后面这两个音胖沙本因为这胖沙本就是胖嘛就是香的意思。然后这个 sabun 就是肥皂嘛 ，sabun， sabun， 对，胖 sabun， 胖 sabun， 嗯，对，胖 sabun， 那我们把后半句话再读几遍哈，沙雕明镜。明镜，沙雕明镜，沙雕沙雕明镜，嗯，贵的啊，对，胖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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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本，本就是第二音嘛，要升调音。本，沙本，沙本，沙本，对对对，胖沙本，嗯，然后，那试一下，我再读几遍啊。嗯，沙雕明镜，沙雕明镜，明镜，卡贵的啊，卡贵的，卡贵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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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贵的啊，贵的啊，嗯，黄沙坡。胖沙本，胖沙本，嗯，沙本，胖沙本，胖沙本，本。好，那我们要挑战一下。沙雕边境，卡贵雕，胖沙本。啊，可以。好。还有地方是其他的口音掺杂在一起，稍微更好听一点。沙雕明镜，甲贵嗲胖沙本。啊，可以。那好，都这样读都没有错。
那我们接着把这个后半句话先连着读，然后再把前面的这一整句话都连起来试一下吧。三条并进，他跪地捧十本。三条并进，他跪地捧十本。嗯，可以。其他学员可以试一下。三条并进。调民间，没错。我调民间。他调。调。我调。调。调。把杀本。他跪地啊，捧杀本。跪地啊。哎。捧杀本。哎，可以。您再读一遍。三条门间，他跪爹跪爹啊爹啊，哎跪爹啊，哎跪爹啊，黄沙滚滚什么？黄沙滚，黄沙滚，哎黄沙滚，没错，黄沙滚，对。三条门间。他雕，他雕黄沙粉，难读黄沙粉。这个香葵照，您不会读吗？是吗？庞沙粉，庞沙粉，对对对，庞沙粉，庞沙粉。嗯，可以。那我们要开始整句话连起来了啊。买，哎，买，买包，水沙粉，水沙粉，两张，一包水沙粉，两张皮革，皮革，擦掉，擦掉，擦掉，面巾，擦灰碟啊，碟啊，灰碟啊，粉沙粉，啊，对对对。很好，买一包，买一包水沙粉，两张，几个，他有几个会掉啊？有，会掉啊？会掉啊？会掉啊？鬼爹，对对对，鬼爹，鬼爹呀，啊，黄沙粉，沙粉，嗯，买一包水沙粉，两张皮革，三条边根，卡鬼爹黄沙粉，啊，对对对，很好，买一。包水沙粉，两张几个，花条面筋，加一点水沙，几点？一点水沙，汤沙粉，汤沙粉，就是，哎，一点。诡计的诡，您看一下这个字，是这个几几个的几是鬼鬼鬼鬼鬼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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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沙本庞沙庞沙本庞沙庞庞庞庞庞庞庞，老师。嗯，你说那个牙膏的牙和去这个 pronunciation 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发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音调的，对对对，音调也是一样。对对对，我之前跟您说过，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Q 吗？哎呦，等一下，不好写，就这个 Q 的音嘛。嗯，我们都发成这个K的音，闽南语都是 T， 比如说起床、提神、提神，对对对，然后起来 ，K 来 ，K 来，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然后去哪里 ？K 的了 ，K 的了，对对对 ，K 的了 ，K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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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音调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吧？有一点。如果说您是要起来的话，是要有类似于，因为要升调一点点嘛。然后，但是它音标里面还是第三音，嗯、有些第三音你读没有读到，如果读到位叫个提个提个，就是头要这样子。提个，提个，其实是第三声吧？对，提个。去的话是。T T T 的 T T 的 T 的 T 的，它就要有一个低声，低声好像啊 ，T 和 T 也不全部，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啊。T， 嗯，但是这个就是这个音是一模一样，就是如果调子因为有一声二声嘛，这个调不一样，音调不一样，但是这个拼音这个音结构成一模一样的。嗯哼。对，您可以看一下之前的笔记。对对，我刚才看了这个去和这个一样，但是音调不一样，嗯、一个是第一声，一个是第三声，好像。对，就是就相当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普通话，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北方的普通话可能会比较标准一点，然后有一些发音比较到位嘛，比如说儿化音，然后我们南方的儿化音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字要读儿化音。是吧？嗯好，那没有问题吗？这一句话还有什么问题 ？OK 啊，没问题。好，那我们就讲下一段。那开始，这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要买东西嘛，然后他买了他的，然后我买我的嘛。他买，然后现在就是说他要买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您看这边就有去了，就您刚刚说的那个，对，你看 T， 然后 T， 对吧 ？TT， 老师不见了，不见了那个什么PPT 的，看不到，看不到那个 PPT 的，看不到那个，你的看到你的看到你变成大的了，换一下。只看到你，看不到你的文章。哦，看到 PPT 是吗？哦，那我再弄一下啊。稍等一下。现在可以吗？看到了。现在可以。行 ，OK。刚刚就把共享号可能碰到了，哎，那接着来。哇，你，好，这一段也不好，因为要买的东西比较杂。对，我先分一下段。这边又涉及到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一二三四五六啊，这一句话分成六个部分来，然后就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来，我先来。我无去文具店。文具店。就是哭的那个音，文具店，或者是枯萎的枯，
就是哭哭还是哭哭是哭嘛本哭点哭哭对对对本哭点要稍微有点声调的那种感觉本哭点本哭点嗯嘎的嘎的一张加盐白的刀啊这个加盐白这个的加盐白盐白盐白更慢一点啊再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第一这个是第二先把第一第二先来吧不要急不然这一句话可能会慢一点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好先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先搞定我不去文库店来我不去文库店我没去文库店嗯，然后第一二部分没有问题吧？就这两部分都没有问题。好，不去本科店，我自己搞的。嗯，对。然后接着往后面读啊。嘎，自己养呗。一支写盐笔的刀啊，写盐笔的，写盐笔，写盐笔就是，就是写盐笔，写盐，写盐笔，对对对，有虾米的虾的音。OK， 天怎么读？羊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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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羊背轻一点哦因为是医生哦不要很重羊背羊背一支写盐笔的刀啊，
怎么样？因为这边是您看第三句话跟第五句话其实是有重复嘛，然后第四句话就这个捧啊，这个是生词，然后第六句话这个是推卡嘎的，对吧？那基本上掌握这几个比较难的词之后，推卡推卡两倍，哎，好，那我再来一遍吧，把后半句就是四五六这一部分，西奔婆啊，西奔婆啊，嗯，五六几两百，五六几两百，嗯，卡不会高的会卡，卡不会高的会卡会卡。好，读得很好，有问题吗？其他学员有问题吗？有问题要主动提出来啊！再跟你比。好，西本红啊，西本红啊，对，西本红啊，西本红啊，红啊，红啊，红啊。哎，对，五六支盐的，盐，五六支盐的，盐的，嗯，盐的是 TV 吧？嗯，老师你好，我刚刚上登录上来，不好意思打扰 ，TV 叫盐的是吗？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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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的。羊背，羊背，就是有这个正常的话，就是羊背，就是有这个背后的这个背音有点羊背，但是这个音的话是比较重嘛。我们这个铅笔就是羊背要轻一点，不然会变成去声的。这个是一声的，如果您重一点，就是羊背，就是很重的话就不大合理。但是您读羊背。都知道是铅笔，嗯，是这样的，两倍，两倍，嗯，然后，卡不会高诶，卡不会高诶，会高诶，会卡，卡不会高诶，会卡，卡，对对对，会卡，卡不会高诶。
会看，会看，会会会看，会看，会会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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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我把整句话再来一遍吧，就是前半句后半句都一起吧，再带入一下吧，好吧 ？OK， 谢谢。我无去文具店，来读一下。我无去文具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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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无去文具店。古典，哎，对，维卡的，伊德加的，维加的。都要发出来啊的啊，对，他这边弄到了一个给嘎的虾羊背哎的啊，虾羊背虾羊背嘎的啊啊的啊虾羊背的啊，嗯，虾羊背的的啊，哎，四本婆啊，四本婆啊，婆啊，对对对，四本婆啊，哎，五六支羊背，五六支羊背，羊背，羊背，哎，卡背高诶，背高，嗯，卡背高，背高诶，背高，背卡。回卡这样子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试着，要不把文具店，店，文具 ，OK， sorry， 文具店，文具店，对，买一支卡的，买一支卡的，一张加洋币的多啊。几个五六支羊
我拉基杨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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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贝。嗯，他会高嘞，会看。他会高嘞，会看。嗯，没错没错。他会高嘞，会看，会看。对，您就下去就把这几个词，我画圈圈的这几个词，嗯，会，这一个，杨碧词，这个词。这个词，这个词，这四个词掌握了，这句话就简单了。对，因为我不去文库店，我不去文库店。然后，一只虾仁白的多啊，一只虾仁白的多啊，一只虾仁白的多啊，一多啊，嗯，四本一本五啊，五啊，一本五啊，嗯，四本五啊。我拉基杨贝，我拉基杨贝，杨贝，嗯，我拉基杨贝，他会高的会看，他会高的会看，会看，嗯，嗯，好，那我们今天差课程就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因为还有五分钟就。八点五，现在已经八点五十五了，我的时间已经结束了。那好，那就是下去的话，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这几个词，掌握了这句话就虽然很长哈，但是只要这几个要点掌握，就应该不会很难。嗯，好吧。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一会儿还是录音会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好，嗯、好，那我这节课就先到这边。嗯，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再见，拜拜。老师，你这个课是每周固定的时间多？对，叫这个五啊哈，固定的时间是吗？对对对，都是就是相当于是加拿大时间的早上八点到九点是吧？我们这边是晚上八点九点。哦，国内的晚上八点。你这教英语吗？教的是闽南语。啊，我就是这样，怎么？我刚。我不是，我要听下一节课的一个老师讲英语，嗯，然后用这个号码上去的，哎呦，我才想这不像啊。好嘞，时间段刚好是我的时间段。好了，下一个就是英语的老师讲。啊，对，接下去是英语的老师讲。好，谢谢老师。好，你下吧。来听。好。好好。拜拜。下次你听闽南话很好听的。对。我刚才就觉得这不像英语。时间没到，李老师吧。嗯。哎，我听下一节课了，要不要下去一下再登录张老师？不要下去的，你等着好了。啊，不要下去，就等着那个慢。对对对对，还有几分钟吧，你。啊，对，还有只剩两分钟了，我跟他提交上来。你老师没下去聊天可以的。等一下，我们等多一点人，同学上来。老师来了。那么，我们刚才王博士的闽南语好棒，我们也很喜欢听。我们学多一个言语也非常好。我刚才提早上来了，提早上来了，怎么这个语言不像英语？不是，他是你早点来，八点钟上那个闽南语，那么再上英文课，那么很丰富了。啊、对对对我们白天的早上很丰富。嗯嗯嗯。
我就算你算你的课了，算你老师的课。Amazing, amazing, oh so great, amazing, a beautiful morning. Amazing.Amazing, 好漂亮，好好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Amazing, 闽南语哈也可以讲哈。It is so great to be here in the morning, have a good start. 我们早点上来呢，人呢比较定定的，可以上夏玉的课程，而且早上也是有那个八段锦啊。也是非常好的锻炼身体，早点起来精神一点。太好了太好了，曼妮老师谢谢你，曼妮老师辛苦了你。谢谢。谢谢。大家都很开心，而且都很要学习，这个是非常一个好的榜样。我们也是给我们的后一辈看到我们这么勤劳，对吗？哎呀，早上起来做事情都来不及，真的。我刚才是先登录了，我想就听曼妮老师的英语课，结果听这个老师课，哎呦，大家真的有点不像英语。谢谢谢谢老师，这个没关系，谢谢谢谢上来，大家都很开心，我们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样哈。那么常常上来那个课程啊，讲讲话啊，聊聊天，有。国际的朋友在这边，有加拿大，也有美国，美国胡老师在 Boston 来的也上来了，也中国很多不同省份的都也是在这边，我们一起，我们也是广东人，又有上海人，又有北京，又有什么好的，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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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语的是 dialect 啊，闽南语是 dialect 是方言。假如说我们是 language 是，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讲闽南语，我是福建的，福建厦门他们就讲闽南语的。是的，现在看看那个，看看那个李主席要不要放广告或者二维码那个闽南语或者怎么样。我刚刚把那个视频放出来，但是中国还没有看得到，但是我呢礼拜一二三就是不是一三五就是中国的二四六晚上十点钟有一个 Zoom 课程空中网站来放那个回放哈。假如说中国看不到我们的回放的话，不可以自己看了，就跟着我，每个礼拜二四六啊，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早上的十点钟到十二点，那么我们放回放，那么其他同学也可以欢迎来哈，也欢迎叫朋友来听。假如说中国的没有晚上时间不对了。或者其他的时间不可以上课呢，也可以上。